快乐时光过得特别快，又到时候说拜拜。我们很快的进行到最后一首歌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非常细心的吉他手在调整他的吉他的时候，稍微多说几句话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有一阵子啊，然后我可能就是在做那种输出中心，大家不知道什么叫输出中心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很累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可能坐在椅子上面，先把客人图弄好之后，然后输出成一张很大的海报，然后去跑去那个成品，然后你会看到那种很大张海报，然后落落成这样，然后用刮刀在一一的刮。好，刮完之后呢，然后就很累，然后外面还要在下雨，又在赶回公司，然后又再去做下一件事情。那总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过了大概两三个礼拜这样子，哦，这种日子真是累得跟狗一样。啊，有的时候你就是骑着摩托车，你都会度过。那那个时候就那个感觉啊，就是忘不了那个昏昏欲睡的感觉，然后就写成这首歌。啊，它有点像是降落伞感觉那样飘飘。Thank you.
见，我们之后有。